各位新年快乐。因为呢我就见大家呢就好似偏喜欢睇一啲可能关于超市啊或者介绍一啲超级市场产品嘅片呢，所以呢今次呢我会再拍一段超级市场嘅好物推介第二回。今次呢我就喺屋企就搵咗一啲平时喺超市会买嘅嘢啦，同埋多数都会买多少少嘅存货摆喺屋企度嘅。因为呢我嘅口味呢有阵时都会几唔同嘅。即係可能呢一排我会系咁不停食一样嘢，然之后可能过咗一段时间呢食厌咗啦，我就会换另外一样嘢嚟食嘅。咁今次呢就介绍一啲我觉得大家都需要试下嘅产品。首先大家有冇买过呢一个牌子嘅汤嚟饮呢？咁因為呢一個呢喺我 working holiday 嘅時候呢我就經常買呢個嚟飲嘅。因為呢其實佢一盒裏面啦就有兩包，佢裏面呢係一啲粉狀嚟啦，咁然之後你直接沖啲熱水呢咁就變咗一杯湯㗎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口味啦。咁呢個呢就係 creamy chicken 嚟嘅。呢個呢就真係平嘅。咁一盒呢大概好似半價時候就一蚊。咁一蚊啦有兩包喎。咁所以呢嗰陣時就會喺 working holiday 嘅時候啦就經常買嚟飲，有時可能當小食啊或者肚餓嘅時候就會沖一杯嚟飲。但係呢因為而家長住喺澳洲啦，咁之前買過呢一個嚟飲之後呢我就覺得個份量實在太少啦，而家呢就好少可會買呢個嚟飲嘅。我而家呢就多數會買呢一個。我呢就係、是、一包裝嚟嘅。在超市的位置呢它多數都會放在這個的附近。雖然這個牌子呢、它現在好像是三元一包，還不知三個多一包。不過呢因為它這個湯呢倒落隻碗裡，然後入微波爐大概叮兩分鐘呢就完成。一來呢它是快啦，第二呢它的份量呢就真的、相比起這個是多一點啦。當你喝這個的時候呢你會覺得這個是很稀和很化學成分，但是這個呢感覺上就足料一點，而且它不是沖劑呢，所以那個味呢就不會說很化學的成分咯。我最喜歡的味呢就是這個 Thai Chicken 來的，哇真的超級好味。還有我會買蘑菇湯的，但蘑菇湯我就覺得麻麻的，因為我自己飲慣呢就係、是、飲慣我哋香港嘅蘑菇湯，因為外國嘅蘑菇湯呢我就佢哋係好鍾意打碎打碎到啲蘑菇，但我就比較推薦 Thai Chicken 呢個真係 OK。 然之後呢就到呢、這、一個我諗全香港人都會認識佢嘅，就係、是、印尼撈麵。我唔係好記得香港個樣啦，係咪都係咁上下啦？不過呢澳洲呢其實都係超級常見嘅。我老公佢由細到大呢其實都係有食開呢隻麵嘅。咁所以呢印尼撈麵呢除咗喺香港係好出名之外呢，其實喺澳洲呢都非常之常見嘅。不過呢喺澳洲呢除咗可能食可能會買啲香港嘅公仔麵啊，或者可能韓國嘅公仔麵等等呢，咁其實 Coast 啊或者可能 Woolies 呢都會買到印尼撈麵嘅，同埋個價錢都唔係話算特別貴。講到澳洲嘅公仔麵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食過啦。咁因為澳洲嘅公仔麵呢真係超級難食嘅，無論佢係杯裝啦或者可能係包裝呢，我都覺得係零分，我完全是給零分他們的。然後就是到 gravy 啦，其實 gravy 是不是都很常見呢？因為在澳洲呢就真的超級超級常見和普遍的。 gravy 呢就即是肉醬那麼解啦，當你吃牛扒或者可能扒類的肉類的扒的扒類的時候呢，多數呢都會放一些醬在上面，就我們多數都會叫做 gravy 的，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味道啦，黑椒汁啊蘑菇汁啊等等很多不同的汁啦。譬如這個呢就是我們家用開的，它就是粉狀來的，也都會有現成的直接叮熱呢就可以。我見呢其實有很多朋友呢來澳洲旅行的時候呢都會去可能會自己煮一餐飯啊，即是可能會去超級市場度買啲扒，然之後買啲沙律，咁就可能喺你住宿嗰度咧，就直接煮一餐飯咁樣食。咁我都建議大家啦，如果嚟澳洲旅行而大家有機會煮飯嘅話咧，大家不妨買扒之餘咧，可以直接買啲現成嘅 gravy， 煎完塊扒之後倒啲汁上去
就快靚正。然後就是到我最想介紹給大家聽的一件事了，我會拍這段片其實都是因為它，就是這個啦。這個我們簡稱就是月亮雪糕。月亮雪糕就是我覺得在澳洲超市買到最好味的雪糕來的，我一定會等到它半價的時候我才會買咯。在 Coast 有時候它會打到去7折啦 ,30% off 嘅。咁不過呢我都係唔會買住嘅，因為我一定會等到半價時候我先會買。咁一來啦，成日食雪糕唔係好健康㗎嘛，會肥㗎。咁二來呢，等半價時候呢咁就有藉口去買啦。咁因為呢月亮雪糕呢佢就有好多唔同嘅口味嘅。咁我自己呢就最鍾意呢個 chocolate brownie 嘅，亦都有個味我就經常會買嘅 cookie and cream。咁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聽啦，什麼口味是最好味啦，這個大家來到澳洲一定要試一下。最後想介紹給大家呢，就是不知道大家家裡有沒有養寵物啦，有沒有養狗啦，就是狗的零食啦。我平時就買開這一款給我的狗仔啦。前一陣子我朋友就想我寄這個回香港給他的，因為他之前都是來 working holiday 啦，回去香港之前呢他就買了這一款的狗零食俾佢屋企只狗，咁就發覺佢只狗咧好中意食喎，咁所以咧佢就想我幫佢買兩包寄翻去香港。咁不過咧，原來咧喺澳洲咧唔俾寄狗嘅嘢食翻去香港嘅，咁就留俾我啦。咁因為咧佢呢個咧係袋鼠味嚟啦，喺澳洲除咗有袋鼠肉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唔同袋鼠口味嘅嘢食，咁亦都包括係俾狗食嘅零食啦，或者可能嘢食嘅。咁我俾我只狗食嘅時候咧，佢又幾中意食呢一款喎。啊，雖然佢係 close 牌，咁我覺得應該唔錯嘅。你中唔中意食呢個啊？中意食嘅話要 sit 嘅喎 ，sit 手手，你手手我 ，good boy。到呢一款啦。這個是他最喜歡吃的牌子來的，跟剛才那個都差不多。稍稍然後有兩條，有兩款不同的口味，看看他會選哪一個啦。一杯一杯，哪一款？哦，最後都是選了這一款啊。今次的超級市場好物介紹已經圓滿結束，多謝大家收看我的 video 啦。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話就記得 like 過這個 video 啦，另外就記得訂閱我的 channel 啦，這樣才可以留意到我最新的影片的。好啦，下次見，拜拜。